我把镜头交给我们的摄像哥哥。开心，好开心，好紧张，好紧张！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我说话吗？千万不要走开，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待了。好，好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的妈呀，我要死！안녕하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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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처음뵙습니다，처음뵙습니다，아니에요，请坐，请坐，你也请坐，皮肤真的很好，皮肤很好，真的，啊，oh my god，真的，我要疯了，真的，都是全都有，感谢。近距离看真的是，真的皮肤很好，然后今天好了，要来的终于来了，我们的国民老公宋仲基啊，自带掌声，他是我好的，然后有这么多花椒粉丝在看，然后仲基欧巴跟我们的粉丝打个招呼。네，花椒통해서지금생방송에참여하고계시는분들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宋仲基，반갑습니다。好的，好的。然后今天我们花椒跟仲基见面，仲基欧巴见面嘛，然后呢会有几条问题来问一下仲基欧巴。所以呢，好的，第一条问题呢，然后仲基欧巴私底下跟李光洙关系非常的好，你们平时私下见面见面机会多吗？然后平时是怎么就是经常出去玩吗？방수씨랑예전보다는그렇게자주는못만나는것같아요。最近呢，可能就是跟李光洙可能不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常见面。저도바쁘고방수도바쁘고。因为我也在忙，光洙也在忙。对。光洙很忙。对对，非常的忙，因为他。Running Man 也很多火的，对，然后所以但是平常还会就是私下见面也就不太会，最近就没不太会见面。네，그최근엔자주못봤고요，홍콩에서공개도많이하고연락은네자주하는데직접너무바빠서둘다요즘에는좀못보고있어요。那最近的话，可能就是没什么机会可以见面。那他们最后见的就是在香港场的时候，他有来参赛的时候来见面。然后私底下虽然是常常联络联系，可是真正见面的机会是比较没有。最近太忙，互相都太忙了。好的。那么经常拍戏的压力会不会很大呀？自己一般用什么方法去减压呢？작품들어갈때는어떤작품이든부담이없거나뭐스트레스가없는사람은없을거예요그런배우는없을건데그부담은당연히갖는거고요촬영을막상들어가면근데또배우들은그게자연스럽게녹아내리거든요부담이좀생겨도아촬영을본격적으로들어가면없어질걸아니까그런거에있어서걱정은별로없는편이죠其实身为演员每当你要进入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负担、没有压力，那应该是不可能，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不过呢，我们就是去真正开始进入那个角色，然后开始拍摄之后呢，那你的这个负担跟那个压力会自然而然的就会融入在那个戏剧里面，就会消失了。所以我们明明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很紧张，然后也会有负担这样。可是大家都知道说，说我真的开拍了的话，真的会变得自然而然，就会变得会消失不见。对，非常能感受到他的压力，但刚刚欧巴非常调皮哦，啊，什么时候我们得要去看一下我们的镜头，因为我觉得很好奇，对，用手机直播，对，新鲜吗？그럼이렇게하면은이약지금접속을몇명이하는거예요？现在目前现在在线上是有多少人啊？大概有几万人。10几万，10面满，哇，真的好开心哦，很多，对，很多，哇，
那好像知道中吉欧巴是非常注重健康吧，平常喜欢吃什么菜呢？일단은신선한야채나과일주스를많이먹는편이고요所以就是新鲜的蔬菜跟水果果汁。그리고비타민도꾸준히먹고요就是一直就是固定的吃维他命。과일을정말좀좋아해요과일을많이먹어요사과因为我很喜欢吃水果，所以我吃很多水果。因为我有看他的那个访问，知道你很喜欢吃。啊，特别喜欢사과좋아요요거트가라사과네좋아요그래서就是把它就是磨磨然后跟요거트一起吃这样我也很喜欢这种吃法我也很喜欢这种吃法되게좋아하시네요맛있어요맛있어요네맛있어요很好吃那么平常自己就是会在家里自己做饭吗然后有没有拿手菜呢아니하시면은잘하는요리가있다요리는정말자신이없고요说到料理我真的没有信心的요리는잘못하는편이에요그래서제가요리하는건친구들은웬만하면안먹는편이고所以我真的很没信心然后也很不拿手所以我煮的东西我的朋友们大部分都不太吃就光说我吃过不是那么걔는저보다더못걔는아걔는진짜못해요他反正比我做的手艺更差所以他真的很差了不太会做没关系出去吃就好你们平常都出去吃啊他给他自己准备对对对对가끔저희집에있는반찬광수의집갖다주곤하는데걔는답이없어요就偶尔有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家冰箱里的小菜什么就送给他吃可是他真的是没救了没救了他很忙你也很忙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时间做饭他希望都给死了他不需要他对啊然后呢哦这个问题就是问你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会直接表现出来吗그런좀바로표현을내는그런스타일이신가요아네제기분을좀잘못숨기는편이긴해요네我比较隐藏不住我的那种心情真的吗진짜로요그래서그뭐라고해야될까요좋으면은너무좋다고표현하는편이고요뭔가또뭐라고해야될까요일할때뭔가조금불편한게있으면좋게좋게긍정적으로이렇게좀즐겁게하려고바꾸려고하는像我就很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很就大方的表达出我很开心的那种心情那如果在工作上面可能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话呢就是尽可能让自己调试心情然后就会让就是往比较乐观一点然后往好方面去把事情解决这样子哦是这样子的好的那么下一题咯然后接触这个直播平台以后呢会觉得录播跟在录播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녹화하는거랑이렇게바로생각하는거랑어떤차이가있을까요이런생각을하세요저는오히려생방송을더좋아하는편이긴해요我反而比较喜欢像这种直播的节目为什么呢왜죠그예전에뮤직뱅크라는음악프로그램을그때했던경험이저한테는굉장히즐거웠던경험인데그때생방송의재미를많이느꼈던것같아요就之前以前有在主播有在主持那 Music Bank 做音乐节目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节目是现场直播嘛所以他在现场直播这样子的节目当中找到了很多乐趣他就很喜欢现场直播的所以也是很喜欢做 MC 是 MC 那么多节目좋아하시나요 MC 도너무좋아해요对我非常喜欢有趣第一次非常紧张真的你说你是第一次哦이번처음이라너무긴장됐다고처음이시라고요你今天是第一次吗哦是第一次做主持人或 MC 的처음이래요哦明星이렇게스타대형스타对처음으로아이고哎呦没有是我的荣幸真的谢谢荣光이라我的第一次첫번째는荣幸저주제가영광입니다我反而觉得也很荣幸啊真的哦天哪受不了真的好开心啊然后기분좋아하는지真的真的모르겠다고然后呢太阳的后裔这部剧你把军人的角色演绎得很棒很传神然后大家都很佩服你的眼光会选在这个剧本上面然后以后你在挑选的剧本上有什么标准吗是适合自己的还是挑战性的产业맞는걸고르시건지아니면도전적인그런작품아고르시건지어그저한테맞는것과도전적인것사이가항상될것같아요应该是说我会选择就是适合我自己跟可能有挑战性的中间的一个水平的一个适合自己
태양의 후예라는 작품에서의 그 제 역할도 저한테 맞다고 생각해서 고른 작품은 아니었거든요. 그러니까 그것도 저한테 큰 도전이었던 작품이었고 결과적으로 작품이 많은 사랑을 받아서 지금은 그렇게 생각할 수 있겠지만 처음에 그 역할을 송중기가 한다고 안 어울리는데 라는 의견도 굉장히 많았었거든요. 像太阳的后裔的话，就很多人，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可能不是很适，可能不是很就是符合我去演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也，但我现在当然是因为大家看过之后，大家都觉得很适合他，跟他就是他演得很传神什么的，都可能有这种想法。可是当初很多人知道说这个刘大为的角色是要由宋仲基来饰演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看好，想说，哎，这个作品是由宋仲基来演嘛，感觉不太适合。以前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也蛮多的。但是最终还是挑战节挑战里面很少，对，很少。对他当然也有说，这是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挑战的作品。嗯，但我个人认为非常适合宋仲基去演这个大卫的角色，啊，真的真的演得非常棒，大家都很喜欢的。对，然后呢，宋仲基认为自己最大的魅力是什么？然后就像就是评价一下。评分了，评分一下嘛，评价一下自己最大魅力，评价평가를좀해본인의최초매력다매력있어아니요아니요그렇지않죠그래서매우빈매우냐무슨모든배우들이본인의매력을뭐든지아쉬운것만많이보이는편이니까다들제매력이뭘까요매력이자신의모습을뭔가풀다라는질문을봤을때는아쉬운것만막보려고하는편이있잖아요所以一般人就是当你自己在想说啊我的魅力在点在哪里的时候，当然就会想到你自己可能不够不太好的地方，先会往那个地方去想。有什么呢？제认真、紧急、紧急。그것도네매력이帅、멋있고、멋있고솔직하게살려고하는편인데솔직하게표현하는것들을좋아해주신팬분들도많은것같아요아因为我比较我个人是比较算属于比较诚实和真实一点的个性的人所以说我的行为跟说话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可是很多人也喜欢我这样率真率直的样子对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的率真的宋基欧巴我个人是很喜欢蛮喜欢的然后呢？认为拍摄《太阳的后裔》这部剧最艰难的一场戏是什么呢？아무래도군인이다보니까액션장면이힘들었어요因为饰演的是军人嘛，当然就是动作戏的部分是最难的。对。너무힘들었어요真的很多动作戏都其实就蛮难的。对。但是我本人认为最艰难的戏是힘들었던역할就是男主角。每当跟女主角分开时候，我就很艰难。헤어질때그순간이제일힘들었어그렇죠没错。每一次他们都要约会的时候，又要有直升飞机把他送走。맞아요对，我心里很难过，我很难受。그거는생각말씀을잘해주셨는데생각해보면여자주인공역할맡으신송혜교씨그강모연캐릭터힘들었을것같아요맨날남자는가잖아요对你刚刚说的，我就是他的心情。你刚刚说的就是很好，就是因为比起他，应该是要演这个宋慧演江木叶医生的宋慧乔，应该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每天男朋友要约会，就要每天把他送走。对，就那个直升飞机一来，心都碎了。맞아요마음만무너지고막남자는그렇게도유시진은가면금연인데기다리는사람이더힘들잖아요像柳智镇的话，他可能就离开走了嘛，可是相对的女主角可能就是要在等待。这样的心情是更辛苦的我觉得都很折磨对方这是我觉得最艰难的맞아요맞아요对我是很代入我真的是진동무对장면눈이就是真的要哭了눈물나요눈물나요真的好那下一个问题呢太阳的后裔结束以后呢知道你又拍了很多新电影作品然后跟黄正明舒志燮两位前辈合作军导军舰岛粉丝们都非常的期待你自己有做什么准备的功课呢네그래도이제촬영을시작해서현재열심히촬영하고있고요
已经开始拍摄开拍了，那现在正在大家就是紧锣密鼓的正在拍摄中。对对，但是最近很忙，应该都没有办法抽时间来拍摄。那中间哪里就要忙这边干活的？对。저는이제거의이제끝나가는시점이라서영화촬영에는지장은없고요영화가아무래도시대극거의100년전시대극얘기이기때문에그시대에있었던일들살았던어르신들에대한뭔가좀실제있었던얘기들을다루는영화라서그런부분들을잘묘사하려고노력因为我的周星伟见面会呢几乎接近尾声了，所以对那个拍电影的行程来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然后这部电影呢是时代剧的，就是等于就是在讲一百年前的一个故事。那剧中可能就是有很多会描述很多可能那时候的人物，然后可能那时候那时候的背景的一些故事，所以他们是很想要努力的去完整的呈现，因为像有的是真实的事情，把它就是完美的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但是粉丝们都想要98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因为在这么忙，要拍电影，又要到处跑去跟粉丝见面，粉丝们都非常心疼你，要一定要照顾好身体，要好好休息，有休息了蛮久的，好的，我会的，好的，然后。最近呢很忙，所以呢结束了相关的宣传工作，又要准备在 meeting， 同时还要各种工作拍摄，自己都没有闲暇时间吧？아니요오히려팀미팅와도그렇게일정이빡빡한게아니라서쉬는시간도오히려있고요근데틈틈이쉬고있습니다너무걱정안하셔도돼요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你们讲的一样，我好像没有休息。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正在做巡回的一个见面会，可是其实行程是并没有那么的紧凑的，所以中间可能有休息的时间，所以我正在就是边享受那个中间有空档就会休息，所以大家其实请不要太担心我，我都有在休息。边工作又边当做是旅游这样。都还是没说到有人问题，我们都。그렇죠아무래도有去玩吗？就是혹시나가서给陌生人做东西。지난번에4년전에대만에왔을때나가서저기구경도하고놀았어요근데팬분들께서이제다같이움직이시니까이렇게안전문제때문에잘못나가겠더라고요4년前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晚上有出去走走，出去玩一玩逛逛。可是现在就是可能因为他出去的话，因为有粉丝们就是移动的会跟的问题嘛，就大家一部分的人移动，可能会有安全上面的问题，所以可能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其实他中间吧还是非常忙，大家要给一点空间他，让他好好休息。蛮能空干的，不要就是太过于激动，虽然我也很激动，我现在都还是很激动。不不脑皮是这样，不能不能不能。好了，今天很高兴。对，今天很高兴，我们会有一个粉丝福利的活动哦，就是会现场抽奖送出终极欧巴的海报签名，总共有五个粉丝会得到。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会拿上手机，然后呢看到节目。哦，我会截屏了。然后呢，中酒吧叫停的时候，我截屏。然后上面有五位幸运儿，我会念出他们的名字，然后你们就会得到他的签名海报哦。所以你们准备好吗？要喊我爱宋仲基，对，开始，现在开始。就是你们先喊我爱宋仲基，赶快来。我爱宋仲基。저는그러면뭐라고한번외치면돼요停。但是，对，但是他们现在还没喊，就是要等他们。你们开始就喊话，我爱宋仲基这样子。我爱宋仲基了，我给宋仲基。对。好，然后可以任何时候叫停就。그냥하고싶은싶을然后就시계停하시면돼요이제부터요네다섯번한번한번이렇게만一个한번两次对吧？两次总共会抽五位。네제가하고싶을때하면돼요停。停停停停停开始了没有停停停停 OK 现在开始了停哦停停了哎我自己都抖了妈呀、停好来我来抽三位从上面开始手瑞妈咪
恭喜瑞妈咪，然后松果四八 A 五九，第三位坠坠，请这三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的账号，然后呢领奖的方式你们会通过那个私信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地址，对，地址把它把你们的地址都发给工作人员了。好的，第二次。我接啊。对。然后就随意，你想任何时候喊都可以。停。停。OK， 好，现在抽两位，从上开始数就是刘月三二八二九。嗯。好，恭喜你，刘月。然后 Minzo Blue Star。Blue Star。Blue Star， 恭喜你，请你们把你的联络方式方式私信到我们的花椒这个今天这个 account 这个直播的账号上面。我开心，我也想要得到，可以吗？私底下送我一张。好的，好的，恭喜这五位。然后呢，到最后有这个跟粉丝这个是吗？对，打招呼，对，我们会近距离的跟仲九打个招呼，用中文，对，中国路，先，对对对，好，现在要反屏吗？对，好的，好、okay. oh, ，在我身旁。大家好，我是宋仲基，你要제가할까요？啊，예。어오랜만에 how's your 부친맞죠？对 ，how's your 부친。明天我的粉丝见面，그리고아까했던게뭐지카이카카이카이신신도알바카이카이신신去玩吧，哦，听懂了，카이카이신신，明天见，明天见，네，好的，大截图了吗？可不呀，刚刚那个有粉粉爆炸，这森木林的，森木林的，森木林。他是有没有有迷路的那个？有迷路，哎呦，哎呦，이런것도생기는가？他全都是礼物，별게다있네，他是什么怪奇奇怪怪的都有。对对对，好开心，赶快帮我给他截图。好的，非常开心，谢谢宋仲基，今天呢的这个第一次访问，终于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结束了我的第一次，然后谢谢宋九吧，让我们非常开心的就结束了。哎，好紧张，第一个专访你辛苦了，감사합니다，真的谢谢，내일봬요，감사합니다。